相信不少人都喜欢吃蒜蓉牛油大虾和蒜蓉牛油蒸蜆，但乐河每次蒸又要压蒜蓉又要蒸牛油，的确是挺烦的。最近就俾我找到这一支在 Facebook 界询问度极高的蒜蓉牛油酱，今天就等我挑战一下用一支酱蒸三款不同的菜式啦。如果想再香一点的话，就可以加清酒或者白酒下去的。簡單一支醬就可以輕鬆蒸到三款不同的菜式，等我幫大家試下咩味啦！好香牛油的香味啊，而且蒜味都非常之濃郁。如果一支醬可以煮到咁多款不同的菜式咧 ，CP 值咧就真係相當唔錯啦，而且啱曬懶人去用，大家都快試下啦！Yoo-hoo！